咱们再解决一个车的异响，是这个丰田 HR，DHR， 目前这车是20000公里，咱先试下车。刚才我在路上跟车主已经试了，是一踩刹车，然后一给油门，咯哒一声。咱们再具体试一下，到那前面没人的地方，走，安全带。现在这个车不敢熄火，刚才车主走了，钥匙没给我。我操！现在未检测到钥匙，不敢熄，先赶紧把毛病给它找出来。因为20000公里，东西是就是说底盘的件儿，它不可能有坏的地方，你说对不对？嗯。肯定是其他小问题。他是一个老客户，一个姐姐介绍的。就那个开那个叫啥吧，新帕特，新帕特还有个丰田锐志，嗯，他介绍的。刚才我去试完车，不是把他送到真野博树吗？嗯，他一下车一关门，我一脚油门就跑了。我刚跑到这边掉头这一看，未检测的钥匙。那你给他说了吗？拿钥匙去。我先不跟他说了，这个因为他这个问题肯定不大，先给他解决了，那啥的话就直接给他送门口去了。先看看啥问题。来，我给油门，你感受一下啊。其实速度快了试着不太出来，速度慢了才能试出来。就像现在啊，我踩脚刹车，给油门，没感觉，得慢点。快了，有时候也有。其实是刚才我试那两下，感觉上坡的话最容易试出来，下坡因为下坡的时候你踩了刹车再踩油门的时候，它没有往上冲那股劲儿，那个声音就不容易出来。因为下坡你踩完刹车再给油门，它是随着又出去了，对吧？我要把他这个问题解决了，他以后保养维修肯定都在我这儿的，因为这是熟人极力推荐的呀。女司机吗？对，感觉到了没？你看啊，这个不明显，咯哒一声，他这个响声会传递到我油门脚底板上。我听这个咯哒一声，听了吗？这个没有。你看，感觉是哪里？这个声音不是，这个声音不是啊，这是我踩油门、点油门的那声音。当我这个脚去点油门的时候，这个响声一出，然后我一踩，不是已经把油门踩下去了吗？然后就咯哒一声，那个声音。现在一熄火，咱仨都走不了了。嗯，是吧？先收一点，点亮个人，一点。那如果说这个带启停的还能骑起来了吗？启停熄了，他自己能起来啊。是不是？我刚才一看未检测的钥匙，我就把启停给关了。万一再起不来，那尴尬了。试试，试试在这。别手电。有时候大，有时候小。你看这回声音也大，是吧？该踩油门，该踩油门没有。
明显，跑起来一点再一冲，一点再一冲，一点这回没有，跑起来一点冲有了，是不是？上盖儿，来走，你听见了没？听见了，我刚开始没掉头之前，我在那踩出来两声。嗯，原来在哪？我俩再试一圈，我感觉像是你要发动机在前后走的时候底下那机器脚。这样，你在这别动。我走得加快，40码/时再一踩，咯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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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觉得像那平衡机脚，你感觉呢？我没试了，我就感觉脚底下一阵一阵的。脚底下那有东西咔打一下似的，跟。嗯。你把轮往右打死，我听着像那平衡机脚，但是我手想够到它，摸一下看给的感觉到底是不是它，但是够不着。再听一下，不行就回去上架子看一下平衡机脚，螺丝松不松？那个螺丝转了好几次了。你。你开太快了，我操！我吓害怕了，我操！你开慢了，试不出来啊！上车，上车，上车！给我整害怕了！好，往后倒。好嘞，找着毛病了，别熄火，下车。哎，你别下车。找着问题了，它这个你看到这个管了没有？嗯，有的感觉了吧？感觉脚底板咯哒咯哒的吧？是不是？它这个管牵制到发动机上，这是电磁阀的废气管和另外一根汽油管，这两根，这是汽油管，这是电磁阀的废气管，一给油门的时候，发动机一动，发动机前后一牵制的时候，你看这个管晃，它晃的时候，因为发动机牵过来，这是它这根汽油管，这是跟碳罐电磁阀的废气通到油箱的，两个都是通到油箱的。过来之后，后边就是防火墙，我手指的后边就是防火墙，然后这两根管过来之后，可以看到走在上面一个卡子。当它加油门松油门，这个来回晃，
然后产生的就这样产生的噪音。对，嗯，现在给它拉了个拉带，让它不会动，它就不会产生噪音了。哎，一会儿我给它上个铁的水管卡子，直接给它嘎住。现在咱们这个护板已经装好，落来试一下看还有没有，没有的话给车主送过去。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没有了，能给车主打个电话。到接车到现在有一个多小时了。喂姐，哎，我给咱修车的。啊，对。我现在弄好了，我车现在到这个天桥底下，你过来。那我车子二点零问题。发动机后边有个油管，油管那个卡子有问题，然后重新给你固定了一下。你弄的好的啊？对对对。现在一点声都没有了。没了没了。哎，你咋能行不？那你那个啥，再往这把车开车要紧，咱就往山上回去转。对，你过来，你把我送回去，正好你再开过来就完了。那你一块儿修车，我有地方停车吗？有地方停。那先停了，俺会儿过来开另外一个车来去了。行，那我就停那儿，因为我一旦停了熄了火，我又打不着了，因为你钥匙没给我。对，钥匙我还拿着。那你那个啥，那你得开过去，听到了，俺会儿过去去啊。好嘞，姐，好。你咋能行哼？好。这把问题先来，对。好。我还没修好，对，好。过来，你俩就拍最后的，来，妈，来，能行哼。开回家，没钥匙，开了一路。好，停这，等他来接车。看了吧，现在熄火了，一熄火，打不着喽，没有钥匙。发动机后边，跟防火墙那管子，你一加油门，一松油门，咔当一声，咔当一声，对，就是那响的。发动机的前头盖子这儿。对，现在好了。对，一点都没了。那玩意儿卡子是个塑料的，完事有可能是东西质量有点问题，然后老松。那你这包子上进了吗？上好了，弄好了，给你固定好了，重新给的。发动机在前头这儿。对呀，发动机在这里边。你看车上还有问题，那俺车都是这样的，现在是那个靠脚了，还跟我里头弄这全包围锁吧，我这咋弄？我咋弄不成？哪个？就是这儿有个那个啥，很尖。我看一下。这是我上头原来有个塑料的，我问咋装不进。这个后边有这塑料盖是吗？对，我都在，我好像还在玩，这俩都在后头撂着，我咋装不进？盖子没在这里边啊？就这个盖吧。应该是我，我得装不上的。我看看。好了，那边也吊着呢。你刚装都装上了？它有个卡扣，必须得卡紧。这是二点几吗？这是钥匙给我，我往后倒一下，打开副驾看一下。我跟你说，我可能是二点几。你走了就没给我钥匙，然后我就没敢熄火。扣着车架号的。对，那我经常那个哈总的，我把我取下来扔了。我也不记得俺账去，我是啥上头的？扣着车架号的。车架号。对。你给我拿点石去，那这是二点的，那你给我哈总的，我取下来不用装。咋的？装上了。好了，卡紧了。先把这个半瓶的加了。对。你刚把这解开，在里头些毛病。对。我。首先听。我跟我那伙计，他开着，我趴在上面听，然后。我在看你在上面。这个车，对。
这个发动机在一起一落的时候，那一瞬间这个软管嘛，然后底下它有个铁管一直在敲这个防火梁，就是防火墙，然后导致的一给油门一松油门，一给油门就咔嗒一声，咔嗒一声。我啥盖子面，我上咋这都看不见着？它这个没盖子。那为啥没有盖子？这出厂就没给你带。外厂讲。这是你看看我上头都看不见。那上面全扣着盖儿，全扣死死的，这可能车胎是烂的吧？不是不是，你先看见，你得往里面改。是。我到4S店去呢，跟我把车加起来呢，跟我咋咋咋咋咋。说啥？就是跟你说，你说是我个轮轮，你说我轮轮那个轮子有问题。轮轮我旁边有个啥挡板儿，你看，把我给你加去。把那夹在那里边。我看缺不缺？对，我也不会加。四 S 店说挡板给你掰了一下。啊，你还把我挪的，还你是偏的，还是很像的，很像。不用钥匙姐，你把遥控解锁就行了。满了。有你在那个啥，这个慢点，这才保养的没有多长时间。我每次保养的时候，他的车友都全部加满。对对对，那还剩这点吧，我还是要。这点扔后备箱吧。好了。对，好。嗯。谢谢。没事。我全给你送。不要不要不要。哎，给你送给你送。顺手的事儿，不用不用不用，真不用。还好给你辛苦钱。我这姐给我介绍不少客户了，没事没事，你以后保养过来就行了。行不行？那咋好意思？下回等你保养。啊，保养你以后，你以后只要是车有啥问题，你直接过来。对对对，我钣金喷漆啥都能弄。啊，对了，你整个为啥贴膜呀？上次我姐那帕特也是我给她弄的。你整个为啥要贴个膜？就给人家把这撕了，撕了这碗喷漆的话，要花六七百，那个想贴个膜3000，还不如贴个膜。我车原来都这颜色，你看。我原来红色啊。啊。就是因为伤太多了，不是伤太多，就因为这刺了一下，喷漆呢，把这个三个面都要喷哈，这个面、这个面还有这个面都要喷。对，那得那钱。那得有钱，就是能喷跟这一模一样不？肯定能啊。一模一样。一模一样。他咋套我都在那上修了一次了，本来喷了好一模一样啊。一模一样。我上次那个也喷了好几个面。那喷了得有右边、左边、后边。反正喷好几个面。都弄了，弄了好几个面。帕拉克，帕拉克也是，没有枪法，能喷啊。能喷，能喷。对，那个这保养这有车，你有啥？对，以后都弄着来。对，有车有啥问题，走保险了或者啥的，你直接过来就行。我跟他们说，他刚才那个也是，一块到车要保养的话，直接让他看一下。啊，那都在这看，就是。都在这。好了，好，那就直接走就行了，没事没事姐。嗯。行，有事打电话去。好好，嗯，好，没事没事，慢点啊。你直接加我个微信去，有事可以咱发微信。做司机吗？啊，不知道，我见过司机。你直接扫我。好。行，慢点去。对，好。嗯，没事没事。好，没事没事去，走吧啊。好，拜拜。昨天那个车呢，到今天咱们再回访一下，问他还有没有这个异响，让他一次记住咱，多给咱介绍客户。看一下，这是昨天下午3:50发的消息，也就是加的好友。我今天1点问的他，怎么样姐，那个异响没有了吧？他说没有了，你真的是技术好。我说以后有客户多给介绍一下，他说那就不用说了，光我们姐妹几个家里都是俩车。我说好的。他这个车咱为什么给他免费呢？因为是熟人介绍过来的，而且这个熟人呢他已经给我介绍好多客户了，一是这个前提下，二是咱必须得解决了，而且还不能让介绍人失望，对吧？这样他们才能给我介绍更多客户，因为也是一个好的群体，所以能带来更大的利润。不要只看现在，要往后多看一下。